胖胖虎，贝贝灯，事情常常非常伤心。我们来自大海的那边的那边，我们总是勇敢去冒险去冒险，专心的听着口令，动作欢迎，向着大海航行，努力的嘿吼嘿吼嘿吼，专心的嘿吼嘿吼嘿吼，穿过暴风雨和大浪，放心向流浪。世界上有哪些好吃的特色美食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日本的章鱼烧，还有德国猪脚。哦，还有意大利面跟美味的咖喱。那你们知道，在成为好吃的料理之前，需要用到哪些食材做成呢？不知道哎。嘿嘿，考倒你们了吧？其实很简单哦。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来学做美味咖喱。没问题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耶！胡萝卜、洋葱，准备好。咔嚓咔嚓，切一切，炒一炒。咕咚咕咚，煮一煮 ，Go Go Go！ 马铃薯、猪肉，准备好。咔嚓咔嚓，切一切。
太好了，那我来考考大家，请问呢，你们还记得刚刚歌曲里面呢有出现哪些做咖喱需要用到的食材吗？有什么？待会呢，我们呢会呢在这里呢翻开图卡，看看呢你们会马上说出答案是什么。噔噔，哇，好厉害，非常一致哎，真的好。那再来考考你们，一二三，噔噔，洋葱，哇，考不倒你们，准备好了，好，一二，嘿。厉害了！换我，换我。这一题呢，你们会知道吗？一，是咖喱吗？二，还是什么呢？三，大雾。是什么？马铃薯，很厉害。马铃薯。好，最后一个最难的哦。最难的。你们猜猜看，还有哪个东西没有出现哦？想想看哦。仔细看。一，是肉。哎，肉刚刚出现了。是什么呢？一二三，是什么？最重要的。你们很厉害耶！他刚刚呢，就是在歌曲里面会出现的咖喱块新人，他呢就是咖喱块。如果呢，我们煮咖喱，最后放下咖喱块，就会变成咖喱酱。答对了。那就跟着碰碰狐一起来玩。咖喱里面有什么？咖喱里面有什么？今天要请小小厨师用网子，在各式各样的食材中找出做咖喱时会需要用到的。让我们来看看小朋友是否可以成功过关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来找找看，待会呢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咖喱食材咯。请问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？那现在呢，就由我羚羊哥哥呢来示范给大家看看哦。第一个，我需要的是网子。来了。好，待会呢，每个小朋友呢手上呢都会有一个网子哦。而且呢，羚羊哥哥和橘子姐姐呢会翻开图卡来考考大家要找哪些食材，比如说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洋葱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拿着我们的网子来找找看，洋葱在哪里？来找找看。会是这个吗？是吗？啊、不是，不是，哪里？哪里？提示的呀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个。快要捞起来了！哇！待会呢，你们捞到的食材呢，就要放在我们的篮子里面，这样子，咚，放下去。这样子呢，就是完成任务哦 ，OK 吗 ？OK。还有我们的碰碰虎也要一起来帮忙。红萝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加油！加油！哪里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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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找到这个洋葱在哪里呢？圆滚滚的洋葱，圆圆的洋葱哪里呢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！你们这次动作非常的快耶！食材，肉在哪里？加油！好，很厉害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他们我非常的厉害耶！请帮我寻找，等等这个。来看看大家可不可以知道马铃薯长什么样子哦？找到马铃薯了！哇，马铃薯超级厉害！很快，加油！每一位小小厨师呢，都拿到我们的基本食材了。各位小小厨师，准备好做你们的创意料理了吗？好了。待会呢，会限时十秒，让小小厨师拿到自己想要的食材哦。预备，一起倒数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有一位小小厨师拿了非常丰富的食材了。我也看到了，西瓜、饼干、玉米、饼干、玉米。你这个咖喱你会吃得非常的饱哎，你的食量很大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芒果，你喜欢
吃芒果吗？喜欢哎，还有什么？小小只的鱼哎，奇异果，甜甜圈，甜甜圈，咖喱饭怎么会有甜甜圈？南瓜，南瓜，圆圆，番茄，番茄。番茄有很多茄红素哦，非常的营养。你平常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？香蕉。香蕉，所以你一定要拿香蕉，对不对？对。汉堡怎么也在里面？你平常最喜欢吃汉堡吗？喜欢。哇，那你可以做一个咖喱汉堡排。水蜜桃。水蜜桃，还有橘子。大家呢也可以像小朋友一样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食材加到咖喱里面哦。碰碰虎呢刚刚呢只拿了一个食材，请问碰碰虎拿的食材是什么？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请问碰碰虎是平常喜欢吃榴莲这个食物吗？没错。你觉得这个榴莲味道特别的香是不是？特别的好闻。哇，你们觉得榴莲的味道也是香香的吗？是吗？是。不是跟碰碰虎一样喜欢吃榴莲的，举手，举手，有吗？有哎，哇，好多喜欢吃榴莲的好朋友哦。那大家呢，也可以跟碰碰虎一样，一起尝试做榴莲咖喱，好不好？那在制作美味的咖喱之前呢，要先来问问看小小厨师们，你们对于咖喱的美味记忆？美味的咖喱饭呢是什么颜色？咖啡色。你们还有没有吃过其他颜色的咖喱呀？还有吗？红色的咖喱。哦，没错，红色咖喱是辣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一点点，一点点辣辣。我有吃过绿色的咖喱哦。我有吃过红色的，也吃过绿色的，还有吃过黄色的，太多了，红绿灯咖喱。你有吃过这么多颜色的咖喱吗？我有吃过。你有吃过蓝色的？是加了蝶豆花变蓝色的吗？咖喱呢，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啊？是什么？咸咸的，咸咸的，咸咸的。哇，感谢小小厨师的美味分享。咖喱除了好吃之外，各种食材也有不同的营养成分哦。之后呢，要记得每天都要均衡饮食，才会头好壮壮。那制作咖喱的时候呢，我们除了刚才认识的这些食材之外呢，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，DIY 制作属于自己的咖喱哦。谢谢小小厨师帮我们收集到所有食材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音乐来做美味咖喱吧。是一哦，这次要猜的卡通明星不是一位，而是住在海底的一家人哦。提示二，尖尖的，今天的卡通明星有尖尖的牙齿哦。尖尖的牙齿，还有像这样游泳的方式，咻咻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收看《悠悠点点名》，一起找出卡通大明星。
住在海底，还有尖尖的牙齿。小朋友猜到了吗？就是鲨鱼家族一家人。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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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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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今天跟鲨鱼家族一起唱歌跳舞，真的很有趣耶！下次一起再来玩卡通明星猜一猜。臭美的乌鸦。有一只乌鸦非常讨厌自己黑黑的身子。哎呀，真伤心，我的身子为什么这么黑呢？哎，打扮得再好看也没有用。有一天，乌鸦捡到了一根彩色的孔雀羽毛。哇！乌鸦拿着彩色羽毛看来看去，然后插到了自己身上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哈哈哈哈！如果把彩色羽毛插满全身，我就会变得特别帅气，哈！你好，孔雀们，我们做个朋友吧。我是从邻国刚刚飞过来的孔雀。你说你是孔雀，你连皮肤都是黑的，怎么可能？你以为乌鸦插了羽毛就能变成孔雀了？你要小心，插上的羽毛会掉下来的。乌鸦想冒充孔雀，却被当成了笑话。于是他回到了乌鸦朋友们聚集的地方。朋友们，也带上我一起玩吧。哼，你不是讨厌我们黑黑的样子吗？刚才还说自己是孔雀，走开！去别别啦！去找你的朋友们吧！去去去！乌鸦十分后悔，不该讨厌自己的样子。吹风。
灯泡打开的时候是亮亮的，妈妈的戒指是亮亮的。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也是亮亮的呢？哇，满天的星星也是亮亮的耶！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会亮亮的东西吗？碰碰狐、悠悠妹，你们知道要怎么样预防肠病毒吗？老师说要记得常洗手。那你们知道洗手的五个步骤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是湿、搓、冲、捧、擦。湿，用清水将双手完全弄湿。搓，抹上肥皂，手心、手背、手指搓洗至少20秒。冲，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干净。捧，捧水冲水龙头后，记得关水龙头。擦，用烘手机或擦手指将双手擦干。大家要记得常常洗手，才能远离病毒，不生病哦。小朋友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喉咙痒，喉咙痒，流感病毒，哈哈。流鼻涕，发高烧，流感病毒，哈哈。不行，要打倒病毒。轻轻下手搓啊搓，杀死病毒。刷刷牙，吃上喝下，杀死病毒。肉、鱼和蔬菜，不挑食，都要吃，好吃好吃。预防针要打。Pinkfong Plus，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！立即免费体验喽！